远远就闻到扑鼻的高丽菜香，加上浓浓的花生粉味，两张薄饼皮卷起许多美味的馅料，让人一口咬下满嘴生津。这就是方便又清爽的润饼。在台北，润饼是街头很受欢迎的点心，每家老店也有同中求异的独特味道，成为许多人难忘的美味记忆。这家经营已经超过一甲子的宁夏夜市润饼摊，坚持古法制作，尤其是精心挑选的上等台湾花生，品质好，磨成粉才会香，咬一口就知道。我们花生粉是我们下杠的下杠的头刀，不添加任何东西，加就是纯正的花生粉，然后加一点糖微甜这样子口味，加一点糖下去就是让那个花生粉那个香味更丝跑出来。每天晚上旧雨新知大排长龙，好口碑真是不言而喻。原本在建成圆环里的润饼摊，现在已搬迁到附近的店面营业，除了传统的配料外，还加了鱼松、蒜酥与海苔粉的润饼，风味独具，也是传承已久的配方。大桥头盐三夜市的润饼是另一个传统口味的好选择，香气逼人的卤高丽菜，在扁鱼干、虾松及红烧肉的加持下，有着独特的滋味。古早时代的润饼大多是在特定节日才能享用，现在随时都吃得到这一卷美味，真可说是身在现代的一种幸福呢。